泰国食物口味重，台湾人吃了也受不了。梅冠很爱吃那个辣鸡翅嘛，他吃了，他说啊，这个是不是坏掉？我说没有坏掉，怎么了？他说没有，很酸很酸。给你们吃吃看，我发现牛奶糖。牛奶糖，根本没有牛奶的味道啊！太甜了啦！这个一小块是不是可以煮一大壶？对，可能那种我们是吃盒子吃啊。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